用持久安全套变早泄，深圳男人索偿100万。这个咁搞鬼嘅广告嚟自内地安全套杰士邦。呢款安全套声称超凡持久，仲可以防早泄。但南方都市报报道，挪威一个33岁嘅男人今年1月用完之后，下身痕痒、刺痛，仲搞到阳痿、早泄同性能力下降。他认为厂商虚假宣传对他造成损害，入禀告厂商兼索偿100万人民币。罗湖法院已经受理案件。